从漆黑无垠的宇宙当中升起了一颗什么颜色的星球？那这是人类几千年，没有文字可能上万年的历史了，第一次摆脱重力的控制。尝试用科学的手段方法要来研究这个地球。从长久的地球历史来看，它绝对不是正常。所以那种只贪图生活享受，那种才叫做没水准没文化。我希望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啊，也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动。我们不仅仅只是看见地球而已，我们也知道，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也有人都看得到。